还是不要拧。哎，拧了是不好。还那这样的走上面就那个往下传。它一揽着就容易。叫这个弄低一点，靠这上面弄两个棍儿都给弄两个棍儿靠住，夹住不叫它拧劲儿，拧劲儿就不好弄。是，它一揽着就是要碰死就来断。它这个主要我看它绕卷绕的，拿过来绕的，给缠线缆的缠劲儿的，缠的拧劲儿。嗯。从上面进也可以。嗯。而且这点保安，稍微时间长一点，就能看到不断就行了。最后拿来那个纸嘞，都往上一放，不用手找，撕掉。速度还放得快嘞，比这还快。嗯，这个也让我。